特首李家超就成日好鍾意喺啲媒體上啊、電視上啊、新聞上呢，就話香港呢仍然都係有遠對抗嘅勢力，同埋仲有黑暴嘅苗頭咁樣成日喺度講。咁我哋香港人就非常之疑惑，到底嗰個底線喺邊？點為之係遠對抗呢？我哋一直希望香港係越嚟越好嘅，喺 中央回收香港管治權之後，我一直係好盼望香港可以。